师，以及咱在座所有同学、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真欢喜，杜牧师伫长老教会福音伫台湾150周年的纪念年的时，也是教会广播社130周年的时，来就任社长的这个职位，咱心内真欢喜。杜牧师进前接任总编辑，啊，伫去年开始担任这个社长的职分，今仔日来就任一礼拜。我相信伫纪念福音来台150周年的时阵，这个是真当欢喜的代志，真当纪念的一个年。而这个中间，教会广播社对过去到伫现今，我相信到伫未来，同款特别扮演的角色，我提出三点。第一点就是亲像道路同款，伊扮演沟通的角色，将教会真理的活命的消息沟通分享，互兄弟姊妹、互教会、互世界的人会当知影。即款将咱的消息会当做沟通的角色，大多数的人到现今是透过教会公布来了解教会的消息。当然，现今也有真侪的媒体，教会公布也用 TCNN 在使用这个电子媒体来做这个沟通，也咧努力透过电视的媒体，有缘会当做这个沟通的工作。我想，这个就是在扮演道路的角色。第二个就是对创立以来，巴克勒牧师也是真重视，我想到伫现今广播也是真重视的，就是将真理会当分享教育，互主内甲会外的兄弟姊妹。即个分享有新的知识，有新的理解，也是讲什么是教会的立场，也是讲即个教会理解是甚物，透过教会广播来分享互教会内外的兄弟姊妹会当知，即款对真理的分享，就是耶稣基督伫迄每一个时代，伊要将真理来分享予每一个人会当知影。我想即个教会公布，伫即个方面，有缘在扮演即个分享真理的角色。第三就是在分享活命，特别伫杜牧师伫研究六孔年代到伫九孔年代教会公布，迄个时代就是咱的教会，特别教会公布伫扮演时代的弥赛亚先知的角色。伫受压迫的时代，也是困境的时代，教会公布适时扮演教会的即个发表的媒体，就是借着教会的嘴来讲出人民遵守上帝的真理，遵守照上帝的道路来行，这款的画面就亲像先知米迦雅所在扮演的这个先知的角色，在时代内面，让大家人知影要行什么款的道路，以及尊探什么是真理。啊，真感谢上帝，今仔日会当参与这个盛会，也爱请大家也着教会公布，以及本牧师以及所有的董事到职员同工，为着因来祈祷。无论安怎样，伫每一个时代，咱所扮演的角色难免会拄着困难，也是挑战。伫这个时阵，就是咱做伙伫主的面前祈祷，为着伊，为着咱的教会，为着教会公布，三甲来祈祷，无咱拢会当挖个主来向前行。愿上帝祝福杜牧师以及咱所有的牧长兄弟。